今天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老三，欢迎大家来收看。今天的节目。哈、哦，来咱即个系列谈教讲咧，爱用接受家己的人生。正侪朋友讲，有啦，我有接受啦，诶、欸，有接受无接受，唔是你讲的哦，是爱来甲你评估哦，爱考试哦。啊，你讲这边哪课？真简单。今日老三教大家来分享一寡吼、哦，那无接受者，一个无接受的人，有甚物款的表现？ 你来听话咪？意思讲，你若是真正有接受你嘅人生，你应该未有即种情形发生，假掉。哦，什么情形呢？头一个就是讲，一个未接受家己嘅人生嘅人，伊会真容易生气。哦，所以你若是一个常常生气嘅人，阿玲，我跟你讲，原因哈、哦，你咪去找医生啊。原因一定是因为你无啥会当接受你家己嘅人生，你未当接受你家己嘅背景，你嘅遭遇。 你的情绪，咱讲起真济你不得接受我嘅遗憾，你不得接受家己嘅错哦，你不得接受家己嘅选择，你不得接受家己嘅家庭，你不得接受已经发生嘅现况，你不得接受现实。我不得接受，我不得接受，你得生气，你嘅接受。气。啊，所以一个人，你边人查讲，你到底有接受啊，无接受？你老什么你都讲啊，人生就是爱接受啦。啊，我边人查讲，我有接受啊，无接受咧？ 看你的情绪表现，一个已经真正有接受的人，越来越接受，伊就愈来越未生气；越来越生气的人，著、就是越来越未接受。红阿某之间上简单，红阿某两个人，若常常为着一件代志在在冤家，讲一件代志在冤，愈冤愈激烈，愈冤愈大声。以后若讲到哪代志，两个人一定冤家，安尼代表两个人拢无法度接受迄个代志。 因为你若真正有接受，你就不会再生气了。我想要讲起来这个主题，因为有个人是作干的啦。伊拢跟你讲，我你在唔接受我？有啊，我接受你啊。我哪里不接受你了？侬跟你讲有接受呢？讲你拢不接不接不过啊？我云南当北部，母，我爸妈不接不不过。老辈他们讲，我那也无接了你，我无接了你，今麦你可系带弯刀？我无接了你，你今麦可系只敢讲话？我无接了你，再来跟你怕事啊？讲到秘书看他自己好像很接纳一样吼，其实。 毋是呢，你若真正有接纳，你别生气呢。哦，真正有接纳的人，我都有接受我。我咧气啥话？就咪就简单。我若真正有接受现实，我若接受我投资了钱，我拉想气煞，著、就是袂当接受嘛。我若接受我著是得着感情，我都袂生气啊嘛，对无，我会气讲我那得着即个片，啊，我那这么不小心，我会安尼，我那安尼，著、就是代表你无接受嘛。所以，我先来较辛苦讲即个主题，因为我感觉咱著是做袂到。 咱知影要接受，但是咱做未到，因为咱咧情绪内面永远是无要接受诶。所以当你无接受，你就容易生气。啊，以我来看，现代人一个特征，就是拢容易生气、啊哦，啊，是安怎容易生气，因为未当接受诶代志太侪咯。出门未当接受塞车，吼啊，一个上班未当接受，一、这个薪水伤少，吼、哦、啊，伫人生即个过程中啊，未当接受挫折。 阿个某之间袂当接受即个婚姻，伊袂当接受伊诶选择，有人袂当接受家己父母诶反应，足侪人拢是安尼，所以伊真容易生气，真容易生气。伊诶规个内面迄个袂当接受，毋是讲他即晏即个代志尔，是整个伊诶人生诶中间充满了百分之八九十拢袂当接受诶代志，炸甜啊啦！伊诶内心亲像一个粪扫桶，炸甜啊甜甲车来啊啦！即嘛若个小夸代志入面吼。 气一个全喷出来啊！啦，都用生气的方式，所以一个人定定咧生气，定定咧生气，就是代表你无这个接受事实的能力。第二，就爱讲抱怨的话，很喜欢埋怨啊，爱倒啦，爱去人倒啦，即、這个是未当接受，会当接受较了倒，对不？会当接受都都接受啊嘛，都、就是未当接受。所以即摆有一个太太，伊甲我输讲，我输啊。 哦，翁是来足超贵呢。伊拢讲叫我什么代志啊？顺服，顺服，顺服。诶，我已经足顺服啊呢。十件代志哦，差不多八件呢，拢照伊诶意思安尼。哦，安尼时抑阁叫我变安怎？八件拢照伊诶意思啊，抑阁变安怎？即个我输了，我得甲讲，安、這、尼、個、问题就出在家。你讲你真顺服，十件代志八件你拢同意，迄度你本来就同意啊，对无？ 你讲无，我本来无同意，嗯，啊，无同意，甲最后你嘛是同意，噶毋是？你有去照做，就是代表你同意啊嘛。哦，你有顺服，伊说你同意啊嘛，对不？但是迄两件，这问题就出伫迄两件，迄两件就是你拍死无提就对啦。迄两件就是讲，无论如何，即两件我就是无法度听啦。所以迄个牧师就讲，你莫叫是你真顺服。其实你有真正迄八件，迄八件拢是你会当接受的啦。 即两件是你完全无法度接受，所以你完全毋肯照伊诶意思，所以你诶不顺服是百分之一百，因为十件内底有两件是甲你诶意见未合，啊，然后即两件你拢坚持，所以呢，你诶即个无顺服是百分之一百。诶，即、这个负责人讲，哎，我以前我毋捌想过呢，哎，对吼，安尼想想咧，别时讲咱家顺咯，十件内底八件我拢听伊诶，敢若两件照我诶。但是事实上，上需要你听伊诶，都是迄两件。 因为你保留迄种你完全未当接受诶代志，你完全保留啊！你认同诶拢是你，其实你虽然无同意，但是超到尾啊，你是会当接受，所以你才同意嘛。哦，所以像這种角度来、這种观念来看诶时，阵，就是提告讲，咱人真正常常会认为讲我已经做到安尼啊，对无？我咧经讲完全拢照你诶意思啊，无你是到底是要过安怎？即一个足趣味，诶一个现象。 即讲，咱人活伫即个世间啊，实讲吼，你真正对你诶心中要去接受一个物件，毋是你的所想诶，遮简单吼、哦。所以会记住吼，发脾气代表讲你无真正接受。第二，爱去人斗，定定抱怨、发牢骚，嘛是代表你无接受。啊，过来第三，著、就是你若产生心中足大诶即个焦虑啦，吼，著是讲你压力诚大。 吼、哦，你若想到别接别困啊呢，吼、哦、啊，足烦恼诶。内底，足烦恼，足烦恼，足担心诶啦，即嘛是代表你别当接受。哦，你若想到迄点俩，你就毋知影变安怎；想到迄点俩，你就心神不宁，吼、哦。很焦虑，这就是代表你无接受。所以你嘛伫遐吹讲，我拢有接受啊，有啦，我都听莫叔咧讲，人生就是遐接受啦、啊，有啦，莫叔你讲啦，我听有啦，我拢接受啊啦，对。伫遐咧讲，头伫遐咧点讲，接受接受。 但是实际上，你那边的压力加大，哦，你受着了，你就紧张，身体会引起胃痛，引起消化器官的不良，引起这个消化道的疾病。这种是压力叫做压力症候群，这种是因为压力所引起。而且压力对对了，因为你无法多糖接受，你不接受它，所以你会抵抗它，你裂开对抗，你裂开对抗，所以你也想听，你在对抗一个人？ 你未当接受这个人，你对抗伊，你未当接受一个制度，你未当接受接受一个代志，所以你未当接受的时阵哦，你个身心角度来倒弹，情绪的倒弹啦吼，反弹啦吼，情绪上会作大压力，等在你的身躯顶，所以你会承担真大压力，所以你会很焦虑，你也唔知阿要安怎麼做，吼、哦。啊，这种的焦虑吼，常常本来是心理上的情绪，会变成身体疾病呢，会头疼。 莫名其妙头疼，啊！医生检查讲无咧无大事，你起来头疼压力大，头疼胃疼。啊！个老师讲无精神，过敏容易过敏。你整个一柜个身体上，上帝互咱诶即个抵抗力，贵拢差去啊！你诶免疫系统拢困去啊！所以你常常拢看到安尼，敢那足无精神诶，哈、啊、人啦、啊，爱困啦，吼、哦、啊！精神正歹安尼，即就是等于代表讲你规个吼，你咧抗拒啦，即、這个大环境啦。 你你足深诶一个抵抗，你其实你是未爱来上即个班，是互恁爸恁母啊，逼来，可能是安尼，你可能未爱读即个科学，是你叫恁爸恁母诶意思，可能你根本都无欣赏即个婚姻，但是这是为着恁爸恁母啊，是你讲这是为着恁家族诶事业，你是带着商业诶目的，才来结这个亲情，所以你并无真心接受即个女诶，也是讲接受即个男诶，这种种无对心中接受，拢会引起压力。 拢会带来即个外在诶，最明显诶会发脾气，一说一念爱骂人，吼、哦，啊，诚后抱怨吼啊，过来著是讲，身体讲，到尾啊，你诶身体有发生因诶压力引起一诶即个即个疾病，诶、哦，即个症头，吼啊，除了即三以外，抑个另外一种，你若无要接受，你讲我都未怎接受啦，这种我无法度通接受啦，吼、哦，除了拄啊迄几种情形以外呢，抑个有另外一种情形。 也雙雙、就是咱常常看喜，著是讲你会变成养成歹习惯，因为呢，你足袂当接受，所以你你足袂爽快吼。你随无讲啊，随无讲吼。你啊你找一个芳，将即个压力甲掏开啊。所以有个人咧著食薰、食酒、食毒；，啊，有个人是无食即个伤害身体诶物件，但是有个人会暴饮暴食，食足济吼。啊，身体变大好。啊，有个人嘿，全变做吸困，啊，我都无法度，我都未接受，但是我无奈，咩呐，啊，困好啊。 嗜睡,睡，迄困是困，安尼，拢愈困愈无无精神，哦啊，愈困心情愈坏，这就是拢已经无正常去啊，无正常的饮食，哦，啊个无正常咱叫做 shopping 去买物件，钱拖咧一直买，都明明都无钱了啊，啊物件拖咧一直买，一直买，钱拖咧一直开，啊刷卡安怎安怎，这就是已经是较严重啊。就是你的生活中一定有某一个部分是你无法度能接受，所以你才引起一种镜头。 是理感情上会乱来哦，人一般性欲叫做性诶混乱，两性关系会乱来哦，即人心情歹吼，伊会发泄伫家己诶身体哦，伊会糟蹋家己诶身体哦，伊甲人个白发生关系哦，会，哦，所以你若看着你个囡仔讲奇怪，我个囡仔奇怪呢，无所奈安尼啦，阮只囡仔哦，定定咧乱乱交男朋友、交女朋友，迄个毋是讲交牵手诶，拢交迄落开房间个呢，哦有无有啦，真正有即落情形，若即落吼你莫甲他骂来啊，无较错啦。 你听老上面这部，看老上面这部，你也了解啊？安尼就是代表讲吼，伊吼有一款物件，伊放袂落，代表伊内心么世界吼？正挫折，他活在挫折里面，伊也规拢无精神吼，伊也活甲正忝。所以伊即个情绪，伊必须来找一个方式，去个爆发出来。所以可能一找一方式，都、就是性嘅关系，啷个做性嘅解放吼，足、哦、开放嘅性吼、哦，啊随随便便都甲人发生关系。 用这种方式，其实是咧表达伊对即个世界的不满，是咧表达讲伊对某一个部分，其实伊无法度接受，他过不去，伊嘅情绪卡掉咧，所以发生即种情形。所以如果你嘅身躯边，你咧关心嘅人，可能有有种镜头，拄则老师所讲嘅种种嘅种镜头，时阵，这就是记号，这就是互你知影讲，即、这个人毋是讲伊爱食薰啊，食酒，毋是，是因为伊有压力，是因为伊嘅心中。 有某一个部分，伊无法度接收，转卡掉了，伊阁毋敢讲，伊无讲出来，所以家己内面伊未晓处理，伊无迄个能力去消化，所以伊只好用将透透过药物啊，哦，啊透过其他诶种一般咱社会较无的接收方式，伊想要将迄个压力转甲透去，但是想未到迄个效果是颠倒边，不但压力无减轻呐，压力颠倒去愈来愈重，因为我内问题无解决嘛，即马我结结的镜头。 佮加一个歹习惯，伊是毋是够较痛苦，一定是安尼。所以你若看一个人，即做暗困啦、吼熬夜啦、打电动啦、爱上网什么什么，生活真混乱诶人吼，一定是因为伊对家己、伊对伊诶人生产生一个足大诶问题啊，请你来处理迄个问题，莫跟哪咧处理即个借头，安尼才是对。吼。哎，休讲这个，等下了，要继续来谈。 来欢迎老三，打下老三的直目。来，今日今日你这个人生经量，甲咱讲啥嘞？讲耶稣对真人讲，我是世界一根，军队我系伫无的黑暗中咧行。这句话就是甲咱讲吼，一个人呐真正当接受像老三所讲这个系列，你有接受你的人生，你接受你嘅背景，你接受你嘅家庭，你接受你嘅选择，你也接纳你嘅情绪，你也接,接受你的人生嘅遭遇，你也接受你的接受你嘅错误。 你也接受你人生中间所有所有这遗憾、哦、啊，这啊无到一百分的部分，你若真正拢总会当接受，你就是今伫光明中，你未伫你的生命中出现黑暗，你未。好、哦，所以如果你的生命你若感觉有黑暗，安尼一定是代表你的生命中有某一个部分，伊是你卡掉咧，你过未去啊。 迄个恶暗包括啥物？包括恶白开钱，包括糟蹋身体，迄个还包括讲话歹习惯，发脾气，哦，包括骄傲，包括足自卑、干无自信，哦，啊，包括讲是比如咱拄有讲过，诶，食毒啦，抑是讲足济其他诶，即个偏差诶生活方式，哦，啊，浪费时间伫某一件代志顶面，哦，沉溺，哦，作迷，即拢总是因为你诶生命中一定有某一个部分你无法度通接受。 迄个袂包括有个人，袂讲我會去教会，哦、我真爱伫教会工作，真爱去教会做义工。这毋是讲无好哦，但是你要注意哦，因为公婆顶你是用安尼咧逃避一个责任。讲无定你是对你诶家庭，不帮你传拢时间拢摕来教会，你是咧转移着对啦，转移焦点啦吼、哦。我感觉安尼拢无好，安尼无好。咱人活的世间，都、就是老心即个学咧，讲你也接受你诶人生，你也真正对你诶心中，你都是要接受。 接受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要接受。一个一，已经接受說，讲好了，都已经发生了，就是安尼好了，我接受了，你来家己家己说，說我愿意接受。你真正将你的心打开，去接受这个事情、哦。你讲，真的听老三讲，你拢清楚，人生是怎样一回事。你已经听甲真真你已经准备好了，安尼我放手啊，卖拢大行拉掉你已经决定要放松、放手、接受。 你嘅人生足大来改变呢？人生足大来痛苦，就是、都是讲对比当接受来。你一旦可以接受，哦、喔，一当接受，接受破产啦，接受咱兜经济本来都无改好啊，接受讲我人毋是太巧啦，接受讲啊，我咱兜毋是太好去啊，接受讲我人生本来都无阿多讲一帆风顺啦，啊来接受讲诶，可能别人是比我比较比我比较轻松，但是哥比我比较成功啊。啊，我比人比较怕病，但是我可能要要无人会好啊，拢爱接受。 拢爱接受吼你若真正我都接受了后，我相信讲你嘅人生会开始来改变。啊，但是我不佫强调一摆，因为，有些人对即个接受听无讲接,接,接受，着等于是白烂啦，等于着是无进步，都接受现况，毋是安尼呢？真正接受吼，着是讲我接受即个目前发生嘅代志，然后我会去想讲我变啊可以较好，安尼则是真正嘅接受哦。吼你若讲啊安尼着好啊啦，迄其实叫做逃避。 那其实是逃避，你唔愿意改变，你起码都是多偏嘛。我即嘛所讲的接受就是在，是咧讲我承认我系唔好。所以基督教信仰就是咧强调七点。哦，咱过去咧讲承认家己个接受家己个错误，都捌讲过啊。基督教咧强调中，你啊对上帝承认，你是一个罪人；你对上帝承认，讲我做了唔够好；你对上帝来承认，讲我就是真有限，我唔多，我能力就是咁些尔。你啊先对上帝承认，啊唔是讲承认了就算啦。 圣经讲咧讲，你若对上帝承认了，上帝就会赏赐你力量嘛。所以重点伫后壁嘛，重点就是当一个人承认家己的有限，我先接受我的有限啦，我来接受啊。当你接受了呢，你才会当对上帝遐来领受。你讲我来接受我足有限咧，所以上帝也请你帮衬我。安、啊、尼上帝力量会毋只会当一百，你都毋接受你有限，你拢靠你家己，上帝免甲给你帮忙。所以一个愿意承认家己。 是有限，一个愿意来接受家己无完全的人，伊个生命才会当得到更较一个突破。这個、我是咱无讲接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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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己嘛，迄个接受是讲啊，凊彩安好啦，六十分六十分啊啦。我是讲，你要接受己六十分，然后咱来想，安怎七十分，安八十分，你讲，欸、是无接受啊？哦，这是咯。 你若要照你安尼讲诶，永远都安尼就好啊！这就是贫惰人诶想法啦，这就是咧摆烂啊，囥咧烂啊，吼、哦！即个毋是基督教诶想法咯，吼、哦，所以我这点爱说明诶啦，吼、哦，咱即满所谓著讲接受，接受，就是讲伊未变做我一个心理障碍，吼、哦，伊未变做是一个，敢若像我人生诶一个一个大石头去刻你啊，伊未一切问题我是都是拢会当甲接受，因为接受才会进步。 先接受，这会进步；毋接受，你就垮掉咧啊，嘛，遮简单诶道理啊。所以你若是无接受你家己，无接受你诶遭遇，你无接受你诶人生，你就是定定点生气，你就是讲话定定那种讲负面诶话、八卦、谣言去共人讲东讲西吼。啊，世界去讲人讲一讲有诶无诶，迄个是足明显诶镜头吼。啊，搁在来就是家己有压力，迄、那个压力会引起身体疾病。吼、哦。甚至讲。

在镜头哦，你会引起种诶焦虑、担心、压力哦，心理偏差诶行为，心理你的自暴自弃，在种种诶情形都是当一个人，伊若无接纳伊家己，伊无接受伊诶人生，这毋是跟他讲你喙讲，我有接受著好啊，是啊，对你诶行为来看，一、这个真正有接纳家己人生诶人，伊是平安，伊是喜乐，伊是有热情。 伊是有活力，伊是有信心，伊是有愿望,望，一些对人讲鼓励丽话，伊是会过正规律的生活，伊是会有健康的身体，伊是做三款的代志拢正有规律，伊是有真好的人际关系，所以一个愈放松的人，愈轻松，放会开，卖嗲条条。哦，我都接受家己的人生，接受人生所有一切的现实。 赢著赢输著输，迄种我当接受，质量活着足快乐，诶迄叫做逍遥自在。迄种诶自在是发自内心嘅，因为伊对于整诶人生已经拢接受啊，不但接受，而且伊一会进步，伊会继续改进，而且是真快乐伫改进。即种诶人生，才是值得咱幸福诶人生。平平做人，活的世间，谁有人活较遮痛苦，有人活较我们死去，要跳楼，要跳海，但是有人活较真快乐，毋嘛，逐概来想看卖。 你一定爱愿意哦，透过咱这个主题接受你的人生哦，下一集继续收看老三的节目。欢迎收看老三念歌词。 哦，真久无伫咱即个老三连瓜诶，单关咧安尼唱歌，跟逐个做伙来分享吼。今日今日老三安排即的歌呢，即是在讲咱过去个时马，他不看唱过这种歌，咱节目个毋捌唱过，因即的歌叫做阿贝玛利亚啊。你讲这啥物件？即其实伫咱古典诶音乐内面是足出名诶。无论你是毋是基督徒，你若音乐去即的歌绝对的拢爱唱得到，还是讲爱练得到吼。即、哦、叫做圣母玛利亚，因为吼、哦。 在这个《过格教会》的书中，这个上帝来到世间，以透过玛利亚有心透过这个在基督路来到世间，这是基督教里面一个非常水的故事，也是个信仰的中间使人足感动的一个故事。所以呢，天使等他娶玛利亚的时候，伊讲玛利亚，你好不？来请安，讲蒙大恩的女主啊，上帝你问你的恩，所以就安呢，后来因大家真爱。 用这句“天在也清安”开始来写这个圣母颂，哦，都提到讲，先是上帝對在对咱人来清安，上帝要将平安、相舒服这个世间啊，所以这个歌词咧写讲，上帝哦，天在查看天在来对玛利亚请安，讲啊，玛利亚你好，愿上帝恩典家你同在啊。嘛，五万你把多张个这个音啊，就是上帝所派来世间，为最咱世间人救赎、一个救助。 五万、哦、上弟稳定，嘛是满满滴热情鼓点。好、哦哦哦，啊，所、這、以个是，个歌是真后来个巴哈写，啊，个舒伯特嘛写，啊，是无共款时代。啊，這是电脑，吼，你个阿瑞亚，吼，哦，济、哦、版本啦，吼、哦，有男声，有女声，拢唱真好听，真好听。所以我个歌是真，是来介绍咱所有听友吼、观众，做伙来欣赏一下，安尼。 好，所以今日邀请乐团的老师，就是准备演奏这叠歌。啊，当然，这叠歌困难的都会呢，因为他以前较早拢唱拉丁文、意大利文，吼、啊，而咱是未晓唱。所以等下的情况，唱英文咯、哦，吼、哦，唔唱英文咯、哦。所以咱下吼，听有嘅人吼，你就对，你就定心，吼。啊，那听无，咱就加教，安尼，吼、哦。咱来做来欣赏这叠歌，吼。圣母颂，阿贝马主亚。